于天女婿 Gary 日前卷入诈骗案，遭警方逮捕收押，目前于院起生前所生下的女儿乐乐、儿子小可爱都已双双被接回于家。于祥全妻子柔柔捎来近况，她表示乐乐在夜里哭泣，状态令人相当心疼。柔柔在 Threads 透露，陪乐乐睡觉听到啜泣声，转头过去看到那一幕，真的是心疼死。她一边流眼泪，一边拿她的臭臭把眼泪擦掉。我不敢让她知道我看到她在哭，她是自尊心很强的孩子，在我们面前总是装没事，但她似乎隐约知道些什么。无论大人世界有多复杂，希望你依然可以快乐长大。我们从来在她面前从来不会提到这些，不会，完全不会，我们不会讲，我们都是陪她打牌，陪她聊天，跟小乐玩。其实她很聪明，她都知道何姐去住院，有时候不会在我们面前 表现出来，她都把眼睛就含在那边，就是你看了会其实会有点，对啊，心疼。